补妆去。是。我才不要陪这个魔头到明日呢，看来要速战速决，看我的江湖三样宝之一。我让你铺床，你干什么呢？公子。干什么？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敢耍我？不会吧？不是放太久失效了吧？你这个小子。啊！救命！终于把你这个大魔头给放倒了，我就干脆笑我。现在求饶都来不及了吧？哼，打也打完了，开始办正事吧。简直就是个天才。大功告成。七步醉都迷不倒你，看来还得加点料啊。还不老实，再让你睡个七天八夜的。